心情保持愉快啊、哦，慢慢这样下去，我会边走顺便帮你们录影一下影，哎，自然一点啊，不要太 gay 掰啊。继续走、哦。心情愉快很重要啊、哦，再慢慢下来。对啊，安全第一很重要。反正现在人很多，也挤不进去。我们到的时候就刚好他们要撤退的时候了。死了都要握，你知道吗？死了都要握。真的，我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是真的不要放。好，看镜头，打个招呼。哦，对，你看，战斗靴，你看，这样一定要拍的，从这边带回来的。嗨，那先下去的。哦，你看这个老公多好，很可靠，这种很少见的，通常都会直接骂老婆的。这个进来啦。哎呀，冲他小朋友啊，哎。所以选对老公也是很重要啊。哎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跟上，跟上，放左手边比较正确哦。你就抓着绳子这样抓过来就好了。没有垫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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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没有。哎呦，你们有点重哎。不会很深啊。到了，我拍的真好嘞，超好的。过来就不会冷了。哇，慢慢爬上来，抓着身子就好了，不会游泳的都一样，所以这样很简单。还有绳子，很安全哦，抓着绳子就好了。哦，好深哦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抓绳子就好。这边，这边，这上面，这边石头，对。今天往右边一点，今天往右边，好，身体再往后，对，很标准，好，手放一点，脚再往下踩，立松温泉当天来回。会不会很累？现在不会，等一下爬上，等一下要爬，很累。等一下爬很累哦。对。我跟你讲是真的，等一下会真的很累。我也相信是真的。我会带你们慢慢走。OK。
连续假日人特多，所以一定要选择平日。OK， 是否了解？